你跟他说的话，你跟我说的这个，你跟谁说的这个啊？哥哥，坐下。哥哥你好帅呀、啊！哥哥，你瞬间变好壮好强啊！哥哥，咱俩不愧是一家人。小心啊，这是墙。哥，妹妹给你买个手机壳吧。我不，我用这个行吗？我用这个行吗？你想套话？来，你拿着看吧。毕竟我的手机我有嫌疑，就是白三包了。白三包，加油，可以的，哥哥，我们加油。我为了接近他，然后我就每天给他送面。送面。你还记得你跟我表白的时候说过什么吗？我给你做一辈子的面。你爱他什么？我爱他什么？希望他变成，我不希望。不给面子，我怎么用？你想霸占他？我被他妈妈收养。你记住他表达的爱。幸福猫，真正爱的人已经死了呀。那你现在陪他吧，你也不是他好人。行。我去旁边看，我陪你。你爱走不走？你我都不知道演啥。我就坐在那陪你，我就看你。天，我们笑了。同时，都不行就有外交。